公布的下一个老旧的这贯穿改建，不过台北阁有六个贯穿无伫个名单内底，有400多户的民众受了影响。阁按六村的灌溉高丽足球会的民众，今仔去行政庭前。国防部违法失职，然后他要掩盖他自己的过错，就来把我们原本合法的权益打成了不合法。然后再来修一个奇奇怪怪的修法，借着这个修法，其中有三村变成了他限缩他们的权益，变成只剩下原来的四分之一，另外三村把它完全的排除。足球会民众是何玉光行政院照着95年迄阵做国防部长李杰的韩文，将这六个予人啊无伫名单在内的贯穿来保证六队灌溉对象，啊唔无应该照着修法，怎啊来损害因所带的权益？